芽吹きを見せている。 みんなの決意受け取りました。 与大家的回忆是布罗尼亚最重要的宝物。嘿，想听听我的新计划？布罗尼亚，我的计划。嘿，布罗尼亚，新计划。布罗尼亚，我的计划。布罗尼亚，会履行自己的责任。
轮到本姑娘出场了吗？计策已成。嘿，想听听我的心经？是大家的回忆。哪个呢？你手心的温度令人怀念。出发吧，每一个目标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奋斗。这团火焰就是人之为人的证。你好杜鸦。那你好，请描述问题。愿时光永驻，愿你的命运已成为舰长。你找到希儿了？用歌声去推敌？胡说什么呢你。绝不辜负你的期望，舰长。既然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介意再次承担助手的职责。小鬼又想接受老师的补。Thank you.
ねえ聞いた？天命本部は大雪なんだって。別に羨ましくないよ。だってこの後基地の大きいプールでサマーパーティーをやるからね。去年は雪合戦の願い事をたくさんしたけど、水合戦も大して変わらないでしょ。それにみんなと一緒なら何もしなくても楽しいし。でもちょっとした問題があって、みんなは来られ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のに、今朝部屋を出たらメイ先輩とパパたちがケーキを持ってバースデーソングを歌ってたの。パジャマだったから恥ずかしかったな。もちろん重要なのはそこじゃないよ。最近クッキー作りの勉強をしてるんだけど、みんなのサプライズのせいで一袋分しか作れなかったんだ。私は美味しいって思うんだけど、やっぱり他の人の意見が聞きたいの。メイ先輩は料理上手だから気が引けるし、ブローニャは私とあんまり変わらない上に一袋しか作ってないことをバラしちゃいそうだし、だからやっぱり館長にお願いしようと思ったんだ。あんたならきっと一番正しく評価してくれるでしょ。返事楽しみにしてるからね、キアナ。
眷恋完影 ，Kiana 这。心を鞘に意見を誓う。心のままに息を止めなさい。明天是休息日，但布朗尼亚不会偷懒的。布朗尼亚姐姐，希儿又想出去玩了吗？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
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老板，这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披风变长了，还有些不习惯。决战的时刻到了！这么弱的敌人，怎么可能赢得了我呢？动手吧。 曾经也有人沿着这条路不断向前，谢谢老板。肉身时间到了，动手吧。肉身时间到了，还是脚踏实地更令人安心。开始行动，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 往后的路，我会和大家一起走下去，所以不用担心我了。老板，你怎么不说话呀？和爱讲聊聊天嘛。我所有最美好的记忆。 曾经，也有人沿着这条路不断向前。审判的时刻到了。
已经不太擅长和他相处，他实在是太古板了，像石头一样。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养成这样的性格？他从来不会主动提自己的事，十分的神秘。难道这是一种积累人气的方式？举例伽罗，雷鸣将至，一刀了断，
电闪雷鸣之刻。快结束了。急如雷电。走吧。开始行动，要保护好我的后背，不能让礼服被弄脏了。偶尔出来活动活动也不错，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吧？快结束。狂风，臣服于我。将至，这是一项魔法双语的力量。仙鸟，拔刀！再急如雷电，开始行动。走吧。有我在，这不是当然的吗？巨夜幻现，也重登舞台。要去哪儿？从我眼前消失。和我共舞一曲好吗？就在这里，就在此刻。
渴求幽夜。这便是你的安魂之举。先还愿。
腹上居然也有一个可以让尾巴伸出来的洞。
惊险。砰，注意平衡。砰，闭关完成，开始最终清理。不错的成果，合作愉快。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变化，灵感取决于是否发现了它。
角度、光线、位置、颜色，先把灵感记下来吧。前面会有什么呢？真疼！接招！接招！下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写生呢？到达目的地。哦，
集中精神。前面会有什么呢？前面会有什么呢？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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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全部完成，啊，开始赶稿吧。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喜欢。颜料还有很多，可以画很多很多东西。小光，长鸣，前面会有什么呢？时机正好，下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写生呢？到达目的地，
能就绪。来捉迷藏吧！啊，毁了人的分量，跃动不息。的世界很美，希望你能喜欢。请与我一同回归海的怀抱。就绪，现在好像没有事情做，画一张速写应该可以吧。前面会有什么呢？下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写生呢？我一同回归海的怀抱。
准备好了。请舞蹈吧，在音乐停歇之前。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让我来吗？我听你的。月亮变红了。重地中招小兔 ，A 级部署。
星光凝聚。重构武装，启用手动驾驶，以真理之名超越往昔。亲手开辟我们的幸福。月亮变红了，一起走吧。重定向完成，区域警戒，动态狙击。有空手，星光凝聚。重定向完成。Tuck the charge. One, two. Fire. 跟我。血的味道。以红月为誓，此生永不分离。立即执行，中招小兔 A 级部署。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抓到你了，玉子星海，该我了。化为灰烬，与此约定，直到时间的尽头。离那个人远一点。有空手，来吧。星光凝聚。刚才急救位，区域警戒，动态狙击，能量解限，全领域调用后备能源。我会亲手开辟我们的幸福。和我共舞一曲好吗？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小格蕾修，你又在看星空吗？是的，
我要薇姐姐。那么你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星星，好多好多的星星，亮闪闪像眼睛。我想把它们画下来，可是无论怎么画，我都觉得不对。哦，为什么？因为我看不清楚，星星们住在黑黑的夜里，好远，好调皮。每次当我想要动笔的时候，它们却躲起来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会飞就好了，那样就能来到星星之间，看看他们的模样。那并不难。哼，梅比乌斯奶奶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们和星星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时间。总有一天，我们会前往群星之间，倾听他们的声音。是呀，在人类的智慧面前，最渺小的星星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唯一能阻碍我们的，只有时间。那我以后是不是也能飞上天空，和星星做朋友？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想的话。维尔薇姐姐，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想呀。可是，小格蕾修，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登上了星星，却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失望吗？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故事里说，上面有石头，有灰尘，而且还有我自己呀，对不对？还有，说不定星星上面也有人居住呢。外部信号検出、捕捉しました。外部信号検出、捕捉しました。マービン、メッセージだよ。不小心按了关机键了。没关系，再启动一次就好了。检测到外部信号，已捕捉。又是通讯信号。
是否需要播放讯息？播放讯息。正在解译并转换语言。转换完毕。那么，有请本世纪最声情并茂的播音大师维尔威来为您播报。救命！救救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救命！救救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完整又清晰的表达，这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实现。能锁定讯息来源的坐标吗？正在测量，并未成功。经扫描得出，讯息的源头位于一颗距离方舟约108000公里的星体。该星体表面有大量植被覆盖，同时也富含水源，初步判断具备生命生存条件。另外，如欲前往该星体，方舟的航行时间约为2小时。明白了，谢谢你，疑难解答系统。不用谢，驾驶员。看上去，这颗星球正好在我们的航道之上呢。马文，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前往那颗星球。
不知道你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那个知道了，甜菜汤做好了。太好了，最喜欢布罗尼亚姐姐了。